哥伦比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加里、众议员费南德斯跟山克雷门德等一行三人是今天下午3点到达国民大会的，由秘书长陈建忠接待。陈秘书长曾经向他们介绍了我国的宪政体制跟政府制度，双方曾经交换意见，然后并且把中华民国宪法跟行宪纪念章各一份送给他们。今天在场应邀作陪的有国大代表刘介胄等。